交手。
在这时候过来个老庄客，是勃发苍苍。谁呀？刘太公走上前劝着众庄客，这僧人尽相求，留宿又何妨。啊，师父休要见怪，来来来，请到庄上好几寸。这还罢了，提起了行装，跟随刘太公把庄门进，分宾主落下座，献上茶香。太公说，请问师父贵上下怎样称？你的宝刹在何处？好几处俺鲁智深出家在五台山，今往相国寺奔东京汴梁。请问老丈，你贵姓？太公叔，小老儿姓刘，比出家桃花庄。请问师父，吃荤吃素好解暑？哎，那倒不拘，牛羊肉随便用，烧酒大碗粮食不妨啊，不妨。说着话，众庄客把酒菜摆上，一碗碗牛羊肉做的分外香。王英雄他一碗双休，也不用人把他当，只听得杯盘呼出响，他的两手一起忙。再看时，这一桌酒菜把盆碗全都吃光啊。吃喝已毕，才想起把太公让。太公，你为何这酒也不曾吃，这菜也未曾尝？刘太公低头不语，双眉紧皱，长吁短叹，长冷汗。鲁智深见此光景心暗想，莫非说你先筛家俺吃的多，你那心里头疼的慌？不要紧，赶明天我与你算清酒饭账，给你一锭拨银，就算把饭账偿。刘太公抱拳拱手说，师父你错想啊，只因为我那女儿今夜晚她要招赘夫郎，故而好心上。孟英雄他一闻此言，是哈哈的大笑。老丈，这是男婚女嫁，理所应当。太公叔，这门亲事出于勉强，师父你不知，听我诉衷肠。
在桃花山来了，一火枪刀为首的周通，人称小霸王。前几天周通来到庄上，他看上了老汉的女儿，品貌无双，墙下定礼硬要招赘我那女儿，终日啼哭痛断了肠。说好山口你强占民女，罪恶招老丈，老丈急速的把你女儿送往别处去，但山家俺装作你的姑娘，今夜晚俺和尚在洞房中要与新郎算清账，太公你看筛检把新郎抓过来，打他一个狼狈不堪，不敢冲我在马人上啊。对你实讲了吧，安鲁达本是经略府一员提辖将，因打死郑屠的祸不僧人当，太公说哎呀呀失敬了，哎不要客气，快把酒摆上筛家俺这酒越吃的多，我的武艺越高强，众庄客听说是来了，全打死镇关西那位鲁达提下将，嚯好汉真有名望，乱纷纷这个斟酒那个布菜，不住一阵忙，龙英雄真是狼吞虎咽，才算进了梁，一霎时风卷残云，把这桌又吃光啊，烧酒喝了半缸，饱了啊，饱了，站起身，左手提包裹，右手拄禅杖，咣咣当当钻入洞房，扑通倒在床，众庄客见和尚进了洞房，都把那宽心放，猛听得苍啷啷一阵铜锣响，哎呀他们咯得咯得心发慌，了不得了，山寇来了，刘太公多里哆嗦，手拄着拐杖走出庄门迎接山大王，见众楼兵各持刀枪，我把刘亮乌骓马拖定了，小霸王是凶猛非常，到门前翻身下马，倒传后老张小婿我特为招赘来入洞房，请问丈人呐、啊，新娘在何处？太公说：“哦，随我来。你看西跨院挂红彩绸的，那就是洞房。”哈哈，这个倒了霉的小霸王就把洞房进。哎，怎么没点灯啊？
黑咕隆咚，可他娘的不吉祥！一行说一行，磨磨到了头上啊，可不好了，正摸在鲁智深他的那个大肚囊。哎，我相亲的时候，他没有这么胖啊，却为何先前是身材苗条？ 怎么而今像个皮缸啊？正寻思，后觉着一只大手扑哧掐住他的梗嗓，嗖扑，一拳把周通打倒在地当当。从绣金帐内窜出来一个猛和尚，赶上前用了个老君跨牛，就骑住了小霸王，哎。 周通啊，只因你强占民女，才遇见我花和尚。没别的，我给你预备下一个斗大的拳头，我叫你尝一尝。我今天打你三拳，你若是不让，才算得名副其实，堪称小霸王。说着话，嗖！ 一拳正打在周通的鼻梁上，又酸又辣，不住的冒火浆。鲁智深啪啪，在周通的脸上又是两掌。这个小霸王心里发黑，双眼两白芒，听得他扯开了嗓子高声嚷：“老兵！” 楼兵哎，你们快来救大王！众楼兵忽听在洞房中大王求救，哎，这是什么礼节？怎么头一天洞房之中新娘打新郎？咱们瞧瞧去！众楼兵各持刀枪来到洞房外，鲁智深见楼兵来救，松开小霸王，噌！ 手持禅杖窜出洞房外，这时候，这个小霸王一瘸一颠，双手捂着鼻梁，抬头鼻梁。鲁智深说：“哎，你往哪里走？”众楼兵一起上前围住花和尚。鲁智深。
离鞍下了马，走上前。
Saying that you see some of the subtitles are off during some of the time, so you, some of you may be confused, but actually you should be congratulated because this is real art. They are not performing according to a score or script, so at some point they just change. So because we've been working with them to make sure they have followed script, but that's not the way traditional art is done. So that's why after all the work we prepare the translation by a real PhD to translate that title. But when they're performing at, when they are really good performing, they bring their art creatively, changing some phrases and things right at the spot. That's why there's a background performer at the end of the subtitle. Actually, he is doing a fantastic job. It's not that he's losing it, but you are experiencing creative art on stage.客房里面。
天秋多么亲密，烟雪交，喜庆烟火可不守他的规矩。水性烟花有了白玉，街角下三郎文远。 是宋江的徒弟，因此上那相论街谈，窃窃私语害，此事又被那宋江知。这一天，宋三爷偶然见到乌龙院中去，因抬杠气恼，匆匆的翻书时。 我膝下床难见起，故意得他解书，谁知要把宋江逼，只恨我的三爷魂不附体，上得楼去，翻到好言好语央婆媳，他哪知道啊，婆媳要害三爷的命，怒恼了英雄。 杀起，不往上上，抬起刀，高举起，恶狠狠对准婆媳，只听扑哧哧，连连数刀，当时就比起好宋江，应声高喊去打官司，我且不言。
风惊扰
好难舍的小模样儿，如花似玉，好难舍，体态娇柔，若不胜衣，好难舍的小蛮杨柳腰儿细，好难舍，窄小的金莲才二寸七，十指望地久天长，恩情到底不料想，水流花谢终到分离。张三郎他叨叨念念，有悲有时气，他一心要与婆媳抱怨去，霎时间都转相依，花影儿满地，晚来无声三更不二啼。中寂寥，重生四壁，明啊亮亮，那皓月当空，影太虚，冷飕飕，阵阵的凉风吹透了体，一桩桩见那眼前的怪事甚稀奇，扑扑扑，顶上的灰尘落满地。这不叮当当，见那茶盅儿乱撞，响声急，吧嗒嗒，庭院中似有砖瓦枝，这不阴惨惨，见那银灯儿半暗，令人疑。唰啦啦，墙上的丝花飘然起，这不地溜溜啊，见那桌灯儿路遥人头自转移，影超超。明明似有啊，悲声起，咕噜噜，见那繁花乱撞人中心，哒哒噔噔噔噔，牙关紧打，浑身战栗，好叫我神思乱，我的汗淋漓，心害怕，毛发立。又一想，哎，我多生疏之理，什么怪力乱神，子不语，我本是堂堂的一个大丈夫，难道我还怕鬼迷？咳嗽一声，沉了沉气，我又听得呀那烟雨应声啊，哽咽悲啼，抽抽打打我把三郎换了几句，你害得奴家我呀好不惨情。三郎说，你是何物来至此，莫非说
是魑魅魍魉，你敢把我来请？婆媳说要明知故问呐、啊，岂有此理？难道说你忘了当初咱们二人好夫妻？奴本是严氏薛娇，敢为情死，我背宋江用刀杀害，血溅香去，因此伤我的孤魂，飘飘无依，特地来找你来呀，咱们二人回家去。三郎说：“哎，本是我的师父他杀害了你，为什么找我来呀？你不饶有不义。”婆媳说：“哟，若不跟你有私的，便能我小命儿死的惨凄，埋怨三郎你太无义，撇得奴家我们孤单单冷凄凄。软缺却受腰，知茶不想来还不思，又为你的师父查出了行迹，倒对我的胸膛降螺丝，因此小命儿化为你。”三郎说：“啊啊，竟听见说话，我为什么瞧不见你？又听得孤魂阵阵笑嘻嘻，猛然之间现出了形迹，在他灯影下站着一个女花枝，只见她黑沉沉的乌云桥碗盘龙筋，端正正点点孩儿会一欢喜，弯生生两道柳眉细，水灵灵杏核眼衬通关鼻，一点点樱桃口内含碎玉，黄澄澄满头插戴金珠首饰，颤巍巍鬓边斜牵晚香玉，鲜灵灵的身穿一件藕荷衣，风飘飘白褶罗裙，乌鸦宫地小颗颗凤头宫前像钻石，真乃是绝代的风流亭亭丽呀。这个张三郎啊，不顾的害怕，又勾起他的旧相思。婆媳说：“嘿，三郎啊，你看奴家，我们非是妖异吧？来来来，随我一同到阴祠。”三郎摆手：“哎，我可不去。”霎时间，面无人色，心又发迷。婆媳一见有了气，赶上前去，呵护扑食。三郎抽身忙躲避，婆媳越发赶得急，他二人围着桌子来回挤。张三郎一跤摔倒在地崖池，这婆媳裙带解下来的愣往脖上系，张三郎嗷的一声，他小面跪了膝。霎时间两阵旋风腾空起，好可叹撇下了年迈的二老爹娘眉毛娇妻，这就是活着三郎，我过是个比那露水的夫妻。我情痴扶山火银卷续记，莫叫那玉海天哪、啊、这四个字就把人迷。
Thank you.
舟山催船，离且近，传令三军门，你们细听端详。说那四只兵船呐、休往前进，且在那芦花深处去隐藏。但见我手中的红旗已摆起来接应，儿郎们已领去隐藏。这舟山忙吩咐把一船给我轮来，和您那看他起舟前悬着门梁，说我奉那我们吴侯的差遣来到了贵邦，特要见你家的夫人，我家的眷主，你就说俺舟山求见，有要事相商。那门吏闻听，往里回禀，寻着那擂台之中的小门厅。丫鬟擂禀，说舟山求见。
书在外，可命人修书转达皇叔，咱们再去过江。周尚书西川到荆州，途遥远，老国太病在垂危，一路高欢。夫人说，不然禀报那位军师徒得令。周善说，哎呀呀，夫人的刀剑真钱存粮，那军师执掌是国中事，这是家事，却有此主张。倘若推脱难以专主，如果然当皇回来十几，这两下千难的半个日久啊，怕是怕国太他命要长。夫人说，不辞而别，恐是大礼露徒伤，我有人拦阻，怎能够过江？周善说，请夫人。Oh!
Thank you.
兴趣乱看，修人作曲，天蚕天压地，那衰草横铺，尘埋翠袖，香泉冷，雪染弓鞋头袜红。伸手向怀中摸了摸，公子呀，是怎么他纹丝而不动，闭口无声？这夫人惊慌变色，留神看，哦，却原来我的小额斗，他自己苦发，他自己又睡中。这夫人面对着我的娇儿啊，说你醒来吧，见公子，小手儿轻舒，眼儿慢，让他看着人，眉头儿一蹙，嘴唇儿一撇，小脸儿向我的怀中乱拱撞，祖兄，夫人痛到我的心，干你心。我的儿，你是要如痴满，你那笑不而哭。我叹之叹，这苦命的冤家，随娘我爱上了，也不知你那干事亲娘啊在何处飘零。这夫人紧揽着公子，心凄惨，小额斗像探妮儿的一般，他声也不哼。这时节青年头，天将晓，树梢山顶雪水沟渠，不要乱糟，在四人队内乱箭的弓，那些破上房锣鼓惊起，堆满了的箭集体，我安颤的战马乱跳死你。眼望沙场啊，心痛碎，看光景也难保皇叔的死功生。我大略着那干事夫人呐、啊，也没了他的命，又不见你主你方和简雍，我三弟张飞又无音信，难道说在那乱军中战死了常山的将军赵子龙？说他们君臣哪、啊、倘若都丧在那曹操手。
剩下我这一妇人，无有立锥之地抚养着孤儿，只怕是不能。这妇人想到其间呐、啊，无非是一死呀，又瞧了瞧怀中的额斗，泪盈盈。看他的夫半世飘零，为此子一滴骨血未成定，今日里我若是劝解而他必死呀，我倒黄泉呐、啊！怎么见他们流门之中的祖公宗？这妇人正自为难，低头落泪呀，遥望见忽有那则冰草地形，是极难顾，伤痕痛，咬银牙，手扶着坟头，站起了身形，见路旁有一所民房，被草泽烧毁，只剩下半堵墙是可以藏行，我抱孩儿啊，一步一混扎正着走啊，叹夫人为夫故成义，我得强忍着疼。来到了黄土墙边呐、啊，井台上面见叫宗儿，血染藤蒿满地红。哎呀，伤痕疼痛钻心透骨，渺茫茫我在耳内有问占不明，身为历经风绝地，忽听得一声闲话，原来此处隐身行，我只见他宝剑银枪带血腥，欲开银袍被土蒙，放开两眼乾坤台，一点担心天地明，那迷失深藏在枯井畔，猛回头见那赵云马到土墙洞啊，惨戚戚蓬头垢面，剪去了发容，赵子龙摇下定案，破天断马斩上前，要逃不畏刀忙打地前，连叩首主母受惊，小主模样，这都是陈朝元之罪，末将无能。这夫人
被喜交加问道，皇叔他在否？子龙说闯出重围够奔正东。夫人说国家之幸乃天下之幸，你又问道他们谁同去呀？子龙叩顶亦得相从。这夫人点点头，将军你少礼。子龙站起来俯把身躬，请主母去尊贵体，骑臣的马闯阵之千万将，小主金兰可莫要你担惊。夫人说将军你不战吗？忠良说正是，但凭臣我这满腔热血一点雨中。快请夫人速速地上马，陈赵云我敢拼一死保家回营。这夫人一声长叹双垂，说到而今啊，方见我那夫主所见的宁，也难为他一双俊颜呐，使人目。赵子龙真与我那夫主膀臂相同，软缺缺，四肢无力。夫人跪倒，说赵将军，我这死一拜，非拜将军你，要我是拜上你的今朝把千金重担多托父公，他的小命儿生死存亡全都在你望将军半全忠义半进宫，敢弘恩岂敢是玄德？
见夫人她是站起身来，又把绣帕松，从怀中把额斗抱出来，托于掌上。芙蓉面紧对着公子，我的心里疼。说娘的儿啊，今朝咱母子的缘分算满了，我的小冤家呀，你可别想娘啊，也别认生，不许你哭，我的儿，若把你得天伦间，你就说为娘的，罢了，我的冤家说话呀，你又不能。我向赵云说，今天把额斗交与你，大略说，将军你不用我仔细的叮咛，但只是这马壮人冲，刀枪眉眼要留神，顾公子的性命，保你自己的身形。我的孩儿，他气魄微薄，他的筋骨嫩，你的眼心假，也别勒紧啊，不可太松。赵云说啊，请夫人上马。小主陈方好，我单枪不战，他则赢了。将军的诧异，我这一妇人身带重伤，我怎能够随行？而况且我不能够乘机，将军你要用马，难道说拨万军中你跑着去战争？赵将军，你就这一个额斗强如我，千百个迷失这个孩儿，他本是刘门之中的结石后成，想人生不年大限，终须是一死，我今朝死为知兴，亡故分明，你与我多多的拜伤，皇叔家将来提艰辛，十十年年之中苍生，三十年扫烟尘，国贼平灭，一只手高托红日把严寒重行，赵将军你切记于心，保我而去吧。好赵云，总不接公子劝出，母以同行。夫人说，你看那旁有责兵来到，赵子龙扭向回头看分明，列仙人把哭泣的婴儿狠心放下，转向去身头孤井，魂断幽冥，慨然取意归天去，葬峨眉。
潇潇乐水呀，朗朗的西风，身价而凉玉晶晶，言行并美，傲气而晴天红日，容易双明。把金口盖上，他准备着闯重围，就讹到我与那刘备去相逢。Thank you， 谢谢，谢谢。行囊脱离了殿堂，投奔了前面那一座村内庄。渔翁出舱，解去了缆，抄起了篙，架起小航，飘飘摇摇晃里晃荡，惊动了那水中的那些鹭鸶，对对的鸳鸯，扑啦啷啷两翅儿忙啊，这才飞过了那扬子江。